很想的在地马兰。为什么我们称马兰叫马兰澳？马兰澳是所有音乐、歌谣、舞蹈发起发扬的地方的一个起点，所以叫法兰澳。吕夷山，我们阿美族叫甘纳法兰澳，就是大的吕夷山，就是标地。这个土地曾经是马兰部落的根据地啊。那因为情爱发生之后呢，要接下来。